我屁事啊，都是他的事。SHE 刚合体完，给大家满满回忆杀。不过这 Ella 一上班就一直被逼问 Selina 预产期，让她整个人直接暴怒啦。你一约好要去接生那个 Selina 的小妖怪。哎，这个事情就保留一下吧。那时候还是医生，他怎么不像你？没有啦，反正就是顺其自然。如果有机会遇得到，可以亲眼目睹摇滚区的话，那当然也是缘分啊。但这种东西就是你也没有办法去预测嘛，因为有时小孩子要出来也是他自己会选时间，对啊。如果真的有遇到的话，当然是最好，因为我也很想要陪他一起经历这么重要的时刻。那你会有空吗？那个时候？没，不一定。这几天都没工作，没有电话，就不知道什么时候生的。不一定，九月啊。没。而且第一胎比较早。我真的觉得哦，你们很适合当媒体，我只能这么说。各种猜，然后各种推敲。但我跟你讲，我只想跟你们说，你看哦，你说，人生不是你们想的那么容易跟上。你们啊，你就给我乖乖的等吧。好了，有好消息，有好消息的时候，真的吗？真的。那关我屁事啊，那是他儿子。哇，俩公，我想说为什么他儿子油饭要我挑，他自己会处理，我只要挑送给他的礼物就好吗？打工的画面。你不要再乱讲了。刷大牌啦，很容易打工的。超有能力，我觉得谁男生胸部比较大？当然很大。没有跟你分享。我有跟他见面，又看着就知道啦。跟你比嘞？你要看我的吗？当年怀孕的啊，不是现在啊，现在再说吧。刚聊到哪里？胸部啊，哎，不一样嘛，每个人状况不一样。反正我那时候其实真的生完的时候，哇，那个很震撼。我有拍，我等一下私底下给你们看，但不能播。你自己说的，很精彩。还是我帮你脸打码可以？不行，你先。我要两个。名单 A 啦，谁会不知道那个是 A？ 来，你看看，哎，还没有结束。把你弄起来，你看看你这什么嘴脸？他问那个是什么问题？他九一问题吗？对，九一一问一下。还是要九一医生啊？哦，九一公布，九一公布，我只能说，可能会有惊喜，妈妈，也许要认真听听看。好，讲完了，就这样。我已经讲了差不多了，讲了差不多了。九月十一号预产期吗？我知道啦，你们去问舍琳娜，她预产期，我最好会背。那有什么计划？我现在要去找我那个巨乳的照片，你要看吗？要。那你先把它关掉。